在江湖中长棋，在江湖中快乐。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胡玉清。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名业余强豪，是唐崇哲七段。同时，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网七百晚报杯。唐崇哲七段早年受教于聂卫平围棋道场等北京各大道场，应该说基本功非常扎实。随后转为业余棋手以后，那个棋应该逐年都有提高，然后在复旦大学就学期间一直保持着比赛的一种状态，现在渐渐已经成为最强的几名业余棋手之一。今天我在这盘棋是由他推荐的，因为我想让他选一盘代表作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一盘在网七百和百宝匣的一盘棋，他觉得很能反映他的现在的一个风格。在这里正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七百这个比赛。网七百比赛尽管到目前为止只举办了一届，但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冠军奖金有70万之多，另外是获奖面也非常的大。这个业余比赛甚至这个奖金的规模和冠军的奖金都已经超过职业赛事，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一种热议。好，我们先回到棋局来看一看这盘棋。这盘棋是白宝祥的黑棋，唐崇哲的白棋。这是网七百的第七轮的比赛，一共是进行13轮，第七轮应该是途中跑，很关键的一盘棋。这是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一盘对局。在江湖清谈这系列的节目中，我觉得讲以前的棋和讲现在的棋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以前的棋的下法和现在棋的下法可以说改变很大，围棋的进步确实一直在进行中。像现在这个去年的时候，白棋挂了一拆，是非常多的一个下法，而现在的话渐渐已经非常少见了。拆这个非常少见，主要这一年 AlphaGo 对围棋的一个影响确实太大了。这个比如说这步碰就是 AlphaGo， 我们简称为狗招。拉黑棋如果搬再搬，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当 AlphaGo 化名 Master 在两大对弈网站下棋的时候，它都是下这一手，然后黑棋拆。黑棋拆的话，随后白棋再一靠，这里变化特别精彩，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黑棋搬这个，白再搬。首先，我们可黑棋如果搬这一手的话，白棋就长一个。黑棋长33，白棋加，黑棋粘。这样的话，然后白棋就脱先了。白棋看成这三手棋的交换是便宜了，先手便宜，随后该走哪走哪，飞一个也可以，手脚也可以。黑棋搬，白棋反搬。黑棋如果长的话，白棋就单压。有了这一手棋的交换后，这个单压特别严厉。黑棋打吃，粘住，可以走。随后这里次序特别精妙，白棋先压，黑棋挖的一瞬间，白棋再断，是应手。黑棋不能吃这个，吃这个的话，这挡先手这受不了，走这个，白棋打吃，走，就长，可以走。白棋立，黑棋小尖，或者爬过也可以。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定式性的下法，白再跳也可以。随后黑棋跳的时候，阿法狗当时的选择就直接把自己给做活了，他觉得这次白棋已经好了。然后大家经过仔细的一个判断以后，因为这里将来还有味道，比如说碰一下还逼住啊，在这一点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这棋确实明显是白棋不错。所以有了阿法狗，关键再加上他的一个超高的胜率，用 Master 这个名字下60盘赢了60盘，那这样一个胜率呢，再加上大家都认可他棋确实强，所以这步棋瞬间就开始流行了起来。随后对这个局部我们也曾经做过很多研究，我们在上海有个超级星期四的一个研究组织，
有业余棋手、业余高手和专业棋手，对这个变化确实做了不少的研究。我们每周四会聚会一次的时候就在研究，说黑棋这棋如果走这个的话，被白棋一碰确实很难受。黑棋可以打入这个，打入这个以后白棋就猜这个，黑棋尖顶走这个，形成了这样一盘。黑棋跳走，黑棋扳要紧，白棋不能再跟着硬了，再跟着硬就太重了。白棋飞这个，随后黑棋也需要马上做一个决断。如果脱先的话，比如说走这个，白棋马上会整形，这两下给白棋便宜的有点多。黑棋如果长，白棋就长，白棋就立，黑棋走这个，白棋就搬了一针。所以白棋活脚，这次白棋就不错了。黑棋觉得这全局目数并不多，如果黑棋忍耐的话，那这两下被白棋先手便宜的挺多的，白棋该走哪走哪，这棋应该说是白棋还可以。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面下需要做一个决断，就是先靠走大吃吃踢长，形成这样一个转换。随后白棋大致守一个角，黑棋我们可以判断一下，黑棋目数有15、16、21、23、24、26、27、28、29，黑棋有30目棋，这个角蓝赛加这个角10目40目，黑棋这两手棋明显比白棋这两手好，就等于30目再加好一点，而白棋就棋比较广阔一点。应该说大致是认为两分的定势，按照现在围棋的理论，就这一两年我觉得围棋的变化还是非常大，大家都比较重视把棋下在外面，所以觉得白棋更广，更喜欢下白棋人略微多一些。但大致来说，我觉得尤其对于我们业余围棋爱好者，对于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应该大致看成两分的定势，喜欢实地的选择黑棋未尝不可。总之黑棋走这个的话，白棋靠这个是值得推荐的一手。这一手棋的出现，然后我觉得直接导致了那个围棋的一些很多的很大的一个变化吧。所以现在很多棋手把脚直接收在这里，手脚就是模仿阿法狗的手法，守在这里。走这个的话，一个是怕这样的一个白棋碰的一个下法，另外白棋还要靠这个的下法，也让黑棋有些头疼。所以这只能说，不得不说围棋现在变化，尤其阿法狗的出现以后，变化是太大了。随着今年我觉得看到很多棋谱白棋挂完以后，白棋拆都不拆，直接靠这个的下法也日益常见。这个什么意思呢？黑棋如果搬走长，白棋有可能就在这再拆一个，这几下交换他认为不亏，白棋可能先手便宜了。如果走这个搬走打吃立，随后白棋断，是一手非常有意思的一手。现在这就像一个边上定势一样，黑棋拐白棋走，黑棋走，大致可以下成这样一个局部。黑冲了一次粘一大吃，白拆一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白棋更多的把子下在外面，实地上有所损失，而且把左下的一个大飞手脚撞得很厚实，但白棋把局面很简化了一下，而且这个发展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白棋也达到了一个目的吧。另外也有实战黑棋是不肯吃在这，所以白棋就一顿压，黑棋长，白棋这立下是白棋全力继续贴。这是黑棋什么时候搬，白棋什么时候肯定断。这一断的话，黑棋比较痛苦，可以走这样，白棋跨一个是好手，甚至可以打吃一下再一靠。这黑棋形状已经是有些崩溃了，黑棋贴肯定不行，贴被打死了。然后如果吃呢，白棋可以单搬，黑棋提，白棋打吃，这个黑棋也崩了。所以断的话黑棋很难受，黑棋在这个局部下，黑棋如果跳的话，白棋一长，这个局部将来什么挖一个靠一个之类的，里面味道特别坏。先手断到两下就是这个目标目的，这里就是里面味道特别特别坏，黑棋大致只能继续长，那白棋还是压。黑棋搬的话，白棋还是要断你，断如果把黑棋直接打的话，很难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像白棋这一靠打吃了一靠或者单靠都是棋形的要点，黑棋也拿不住白棋。如果长的话，白棋回过头再往这一拆，
这白棋也觉得这几下交换其实并不亏，黑棋增长目数没有白棋这里或收入多。总的来说，我觉得白棋这个call也是值得可以推荐的下法。所以有了这一系列下法以后，今年的大飞手脚出现的频率就大大减少了。像往年黑棋守这个角的时候啊，是怕白棋在这碰，而大飞手脚就是为了防止白棋在这里碰。而现在不得不除了 AlphaGo 的出现以后，又发明了这一手碰的下法。黑棋越来越多的棋手往这个改成模仿 AlphaGo 往这个手脚，在这里也不得不敢体会一下 AlphaGo 的一个魅力吧。其实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它确实能想象一些我们人类棋手很难想象的一个招法。在这里可以正好可以提一下 AlphaGo 这个对人类下法的一个改变吧。很多棋手，很多可能是一些媒体吧或者圈外，觉得 AlphaGo 的出现对棋手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一个改变，可能是一些很多职业大赛啊，就你棋手你那个人下不过人工智能，那你这个会不会对你职业的一个赛事带来冲击呢？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首先，这个对于最最基本的 AlphaGo 其实再厉害，它也不能感受到维持的一个快乐。我想所有的棋手，不管职业棋手也好，还是业余爱好者也好，下棋最大的不是功利，而是因为热爱围棋。尤其大家请一定要坚信一点，就是职业棋手下棋的瘾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至少我接触的所有的职业棋手都是这样，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只要不要，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棋下多了会下腻，其实我觉得这个棋越下瘾越大。很多职业棋手，我看他们有的时候下完棋吃饭的时候还拿出手机摆一摆，只要跟他们提到围棋的时候，他们都会全身心的投入跟你讨论，这就是一个棋瘾。其实棋手的我们在下棋的过程中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棋瘾不能太过瘾，但在平时的生活中，我觉得任何职业棋手都是有很对围棋有充满了很多感情，都是因为热爱而去下棋，而人工智能就没有办法感受这个围棋的快乐。所以这是人工智能首先不可能能替代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我觉得人工智能出现其实是给人类的一个竞技的角度，也是一个机会。藤泽秀行先生曾经说过，棋到一百我只知六七，意思说围棋一共如果像一百来作为比喻的话，他只懂得六到七。这我们当初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但是现在是 AlphaGo 的出现以后，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有可能。AlphaGo 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未知的围棋的一个领域。我坚信现在的 AlphaGo 尽管远远超过人类，可能现在它的实力要让人类顶尖水平两个字，但它并不是围棋之神，肯定会有更强的出现。现在 AlphaGo 的这个人工智能围棋水平不断的提高，其实也在带动人类棋力的一个发展，包括它的一些招法，它比如说它点三三，我们后几期也会介绍到点三三的一个开创性的下法，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大飞手脚碰的一个下法，其实像这样的招法比比皆是，而以前我们人类没有往那地方去想，有了它的这个思路的借鉴以后，其实我们很多的招法也开始模仿，也开始自己体会，渐渐我觉得整体的围棋水平已经得到一个特别大的提高。其实围棋这些年有了很多次的提高，比如说韩国流的出现带动了，直接的带动了整体围棋水平一个飞跃。为什么这么说？以前大多数都学习日本围棋，日本围棋由于缺乏竞争，它的棋都下得比较慢，比较重，比较厚，而韩国棋手这出现以后，就一切以时效出发，不再讲究棋形，不再说于棋形的拘泥，思路更开阔了一点。而这次 AlphaGo 的出现，我觉得会带动更大的一次飞跃。因为现在从今年的棋谱中已经可以看到，棋手的那些像以前模仿，我们可能对围棋比较了解一些棋友可以发现，在几年以前，大家曾经有一度人人都下中国流，黑棋下中国流，白棋下中国流，开局都摆好一个中国流，然后大家几乎前几十手棋都一模一样，而像现在已经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了。大家开创性的一些下法，什么棋都敢下，尤其像顶尖的柯洁、朴廷桓，他们什么棋都敢下，而且什么棋都愿意去尝试。不仅是顶尖棋手，包括一些职业低段棋手，甚至是业余高手、业余爱好者，就没有一种思路的拘束了。大家想怎么下就怎么下，只要有思想性，都愿意去尝试。这也是 AlphaGo 带给人类的一种启示：没有什么棋不能下的，只要有自己的思想，招法都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思路。现在的棋，我觉得已经从
从以前的定式飞刀到布局套路，到一些固定的一些研究，到现在只要有思想，以思想为主，思想带动招法，我觉得这势必将会引起一次围棋的一次新革命，围棋技术必然会有一个飞速的提高。好，我们回到这盘棋的对局，白棋挂当时的棋，还是这里研究比较多的时候，无疑是飞这个，飞这个黑棋肯定一尖加，白棋尖三三。当时像这样的棋下了很多盘，走，打吃，粘，吃。白棋小飞守个角，黑棋走一个，白棋再走个中国流也有，或者守个角也可以。黑棋再什么这扩张一个也可以，各种各样的下法都有。但现在已经是像这样的棋局已经很少出现，因为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太乏味。而当时我觉得，当时那盘唐崇哲没有选择这步飞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棋风和白宝祥棋风都属于后世型，而白宝祥我认为他的官子阶段更强一点，而唐崇哲的中盘更强一点，但在前半盘两个人都下的会下的非常非常厚实，都是厚实型的一种风格。白走这黑棋挂角，然后就这盘棋在准备的时候，我访问过两位棋手，让他们谈谈对这盘棋的感想。唐崇哲认为这盘棋质量是非常高的一盘棋，因为他觉得两人都发挥了水平，而白宝祥认为这盘棋他严重的不发挥，就在这个布局阶段像下这样的一个勾，一看就是他特别不喜欢的，他认为当时他状态不太好，尤其他对这两手棋提出了严重的疑问，他觉得这两手黑棋走这个走在并不大的地方明显是吃亏了。但我问他怎么想，他也不置可否，按照我对白宝的一个理解，他比较喜欢是下这个，但可能在这个局面下，如果下这个的话，这两手白和这里的一个交换还是不交换比较好，交换了黑棋的方向并不怎么样，所以可能是他又没有选择这个的一个下法。这其实布局我觉得胜负绝对不会在这里，主要就是下的顺手好下点还难下点的关系吧。尖顶，这个尖顶要紧，如果白棋再走这个的黑棋飞一个很舒服，白棋大致只能走这个，黑棋走白长，黑棋尖，这棋白棋几乎马上就要补棋了，如果不补棋的话，黑棋这个拐断很严厉，争子有力的话，黑棋拐断很严厉，甚至黑棋抱一下，白棋这里的价值都非常小，白只能走这个的话，这里其实目数大家可以明显的进行一个对比，本来一尖顶这角是白棋的，这边基本上也是白棋的，大致可以看成将来是这样，如果要扩张模样的话，大致看成这样，而现在已经是成这样了，这其实目数的区别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没有特别的情况下，这个尖顶的价值非常大。随后我对白宝这步打入提出一点异议，我说你既然打算在这里，他实战是我们先看一下他实战，他实战打入拆二，随后黑棋再走这个，我当时就跟他摆棋，就前几天跟他摆棋的时候，我就在问，既然你想扩张，我想往这走棋的话，你这两手交换有没有便宜？他觉得也还好，他觉得往这走白棋就跳一跳，而且将来再打入的话，白棋有可能会拖过。拖的话，我们有必要也了解一下这里的一个变化，这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个图。首先，如果争子不利的话，哪个争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走这个，吃。这无疑是黑棋最严厉的一个下法，往这走，如果往这搬，白棋一断，黑棋一打吃，这就显得比较前途比较黯然。为什么呢？黑棋打吃断的话，白棋一吃一拐，这黑棋就全灭了，那肯定不行，黑棋只能拐，靠拐来解决问题。白棋长，黑棋爬，白继续长，走成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黑棋得不偿失的。在布局阶段还要尽可能把棋走在外边，而不要去走这个二路三路，二路走了这么多，让白棋全走在外面，肯定是吃亏了。所以搬在这里要紧，吃，白棋打吃，黑棋粘，白走，黑棋断是必然的。如果爬这个又显得很苍白了，断，所以白棋打吃，提，点三三。随后就是这个我说的引争，就是这个争子。要看谁有利，如果黑棋有利的话，黑这个断还是非常给力的，但如果白棋有利的，黑棋断毫无疑问就不成立，
那只能顶。顶的话，如果这里没子的话，白棋还有这一手的好，这一手的下法，反正还是非常变化，还是非常多。当然，在这个局面下，争子至关重要。如果黑棋一旦争子有利，这个断，白棋很难抵挡。所以一般来说，黑棋会有这样一个构思：黑棋打入，白棋拖的话，黑棋会在这一带引针，会在这一带引针。只要注意是黑棋如果在这一带引针，我们继续往这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局部还很常见，值得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在这里稍微多花点时间，就比如说点三三，黑棋断。如果这个的引针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直跑跑跑，没有引到，是打到这的时候可以被打死，而在这里的话就可以了，这棋就引到了。尽管是在一条线上，但三路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大家棋友不要眼睛扫一扫，正好能碰到那就算了。实际上这个才能，这个是引不到的，所以一般黑棋是两间走一个，白走一个，然后黑棋就记出这一招。那这一招如果争子不利的时候，白棋怎么办呢？白棋一般是会小尖这个，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黑棋如果走这个，那白棋就打吃，黑棋粘住，所以白棋扑劫，最后在外面连走两手。就比如说在这一靠连走两手，这个白棋还可以。但黑棋这次大多数黑棋会长这个，会长这个。假设这争子已经有了一个交换，那白棋怎么办呢？白直接扑劫，走这个，提靠。那跟刚才这个图应该说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刚才是这个头被人打进去，而现在这个头挺出来了，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有的棋手说，白棋扑以后，白棋曾经发明了这一步匪夷所思的棋，走这个扑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妙的妙手。因为拐是不成立，拐黑棋一粘，白棋已经是慢一气了，白棋长不出气，共三气，黑棋也是共两气，黑棋三气，所以扑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但绝妙，局部来说是绝妙的一手，但从全局来看，这感觉就是停了一手棋。黑棋不走也可以，黑棋可以走外面。其实打劫的话也可以，黑棋比如打吃，白提，黑棋再找这个劫。这个子一旦打赢的话，打赢或打输，毕竟你先停了一手棋，这个是对于高手来说是绝对不愿意的。你莫名其妙停一手棋，那太夸张了。一般来说，那白棋这棋，白棋就会点脚。接下来变化就十分有意思了，黑棋先断，白吃，随后黑棋先在这送，可以先在这走棋，再走，再一断，白棋吃，随后黑棋跑，白棋打，黑棋跑，白棋再打，黑再跑。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争子问题，但其实是，现在这时白棋如果扑的话，黑棋提，白棋打吃，就形成了一个转换，黑棋提，白棋提，形成了这样一个转换。另外，如果白棋多打一下，这样的一个转换应该说差不多，黑棋得实地，白棋对我得外势，喜欢黑棋人略多一点，但应该基本是看成两分。另外，白棋还要打这个。多打一下，白再扑劫，黑棋提，白再打的时候，黑棋这个不能提，不能多跑一个，这多跑一个就明显白棋好了，黑棋要跑这个，随后白棋提，黑棋打吃，黑再打吃，白粘，黑提，形成了这样一个变化，这也是被认为大致两分。所以说这里的变化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和非常神奇。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变化比较复杂？但可能对于职业棋手或者业余高手来说，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功，都需要一些了解的一些东西。大家因为这个局部还是非常常见，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记忆一下。实际上打的用意就是走这个，就希望看白棋拖还走这个。当然唐崇哲肯定对这一代的变化也十分了解，他实际上就选择一个拆二，先把棋局拉长。黑棋如果这时扎丁的话，白棋估计会弃子，
大致会进行一个弃子，也就比如说吃了，那白菜小费。这是一盘也是大致两分的棋，白棋也更广一点，白棋速度非常的快。实际上黑棋先走这个，白棋盖住，你走这个。实际上我有个白棋，我认为白棋也可以考虑走这个。如果粘上的话，白棋飞一个，这棋也是挺白棋也挺流畅。黑棋如果飞这个的话，白就跟着硬。可能唐中哲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更喜欢后势作战，而对实地方面相对来说忽视一些。挡这个，粘，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再两箭加。这棋白棋不能先立，如果能立到的话肯定最好，但立的话黑棋肯定顶，顶让白棋有点难受。白棋如果挡的话，黑棋就一般，走。这个大场呢，黑棋抢的太舒服了，所以。从那个步调来看，白棋实际上选择这个走这个，搬粘。加完如果黑棋再走的话，白棋肯定立或者搬粘了。这个搬粘价值还非常大，可以再拆，局面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细棋的一个格局了。那现在毫无疑问，全局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这里白棋本身补一个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跳补。这可以看成怎么样的一个棋局呢？就等于这样，这其实是正常的一个棋局。随后白棋拆二了一个，黑棋脱先，本身这两个价值并不是特别大，这压一下应该是黑白棋先手的愉快的先手利吧。黑棋本身也应该扎丁，黑棋先粘在这，愉快先。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里应该还是一个大致两分的格局。虽然拆二拆到这的话，应该说这棋全局目数厚薄都差不多，胜负应该是在后半盘进行。白棋飞，白石山跳。白宝说他对这手棋稍微有些后悔，他认为应该还是拖，甚至或者把这下飞掉，拖了搬，或者飞掉可能更好一点。石山跳的话，这棋有点苦，可以是尖顶。唐中哲认为他应该拖了搬，可以是一跳，这肯定要战斗了。白棋先点。先点的还有个下法，先靠黑棋走这个。如果白棋再点的话，由于这两手交环损了，黑棋估计会转到外面。这个白棋肯定是有点不太愿意。但先点的话，这毫无疑问黑棋肯定会反击，不会再挡这个了。白棋挤，白棋通过这个弃掉脚上的实地。自己下后整形，因为你如果这些不交换的话，随时要防着黑棋这个挖粘挖断的可能性。这个并非是不可能，是完全现实的可能性。将来一旦黑棋这里比如说多了搬了一顶，这个的问题会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其实这也是在补棋，像这样的一个棋形，这个点三三整形或者靠了点三三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整形手段。白棋不要随便打吃，黑棋不要随便打吃，打吃的话白棋就算这么气了。尽管黑棋脚上实地要好一点，但白棋这个子多了还是很有作用，多了以后白棋可以很轻松的拖过。而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黑棋会尖扳断，这个子的作用还是很明显，所以黑棋尽量不损。黑棋粘，白棋虎，拐，粘，黑棋长，最后白棋飞一个。这由于白棋这里有断的先手，这黑棋不能脱先，脱先被顶下太严厉了。黑石粘下的非常朴实，拐了一并。把自己下后，所以白棋这一路搬很舒服，一起吃，所以白棋再一震。应该说这里一带双方各有收获吧。白棋黑棋取得把上面实地全部本来的一块虚空全部实地化，大概有八九十十七八九二十二十五目棋左右。然后白棋则挣得了陆浮的正面走这个，对全局这里都有一个呼应。
将来再从这里压过来的价值也非常大，所以应该说下到目前为止大致两分的一个局面吧。一直跳，白棋走，一直跳。这两名棋手都是功利性的棋手，你看白棋挣到这个的时候啊，白棋先自补了一个，先把自己毛病补上，因为这里将来黑棋尖也好，再一靠也好，存在着反击的手段，而且这一手棋走完以后还瞄着这个尖刺的手段，黑棋正，都是要把这个充分反映了一句话：路夫真正面。在这里大家都在抢头，只要把白棋，假设白棋只能委屈做活的话，黑棋能控制中央的话，那棋这棋就容易占据优势。而白棋这个也是一边在瞄着黑棋的保卫，一边处理这块棋，更重要的是要争得中央的控制权。所以黑棋接，这其实是在防断，防这个刺和这个刺。黑棋在尖刺，在尖刺，这一串其实黑棋下的非常好。再一长，这白棋的棋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白棋走这个，白棋如果粘的话，黑就冲断，这个有点受不了。这黑棋肯定不能两个子随便，白棋不能两个子就这样被黑棋吃了。如果走成这样的话，这感觉两块是必死一块了。这个图有那个白棋有点受不了。白只能尖这个，实际上黑棋冲又让白棋很痛苦的一手。白走这个的话，黑棋就把这个先并了，再断，再拐，就等于两边黑棋都收到了，黑棋白棋还不活，黑棋把白黑棋把自己的角控稳固了，又把中央给下后了，而白棋这块棋还是不活，占了一小节，局部还是死的，这个图白棋不能接受，白实际上只能走这个，黑棋就简单一长，白棋想还没有解决问题啊，如果跳的话，黑棋就长完了，冷冷一立，这个白棋自身的形状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罗虎的话，黑棋还是断，这白棋反而亏了。实战白棋的想法很简单，想先虎到一下，黑棋走的时候再跳出，这样不只要不被黑棋这个立一下，因为立完了以后出现了冲了一打吃，这个白棋棋形就碎了。这不能差一路，差一路的话，这里黑棋的味道就要差很多。但这下虎显然是虎不到的，一直冲，再长，白棋走。白棋搬，黑棋走，白棋立。下到这个时候，我分别询问了一下两位对局者的局后的一个感想吧，然后双方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就这个局部肯定是黑棋便宜了，而且便宜了不少，因为本身黑棋脚上实地转到这里，关键黑棋这块是全后了，然后白棋的目数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总的来说，肯定黑棋白白把自己下后的价值还是非常的大。那第二个问题，我们他们觉得这棋谁好谁坏，唐崇哲认为，就下白棋的唐崇哲认为这棋是黑棋稍好白宝强稍好的局面，而白宝强觉得这棋也不一定，他承认这里便宜，但他同时指出一点，这棋并没有便宜的那么多，因为黑棋毕竟这两下损完以后，白棋这里也全下后了，从目数的点点目，从目数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判断下上边25目，这块10目强一点，15目，35，这里5、6、7、8、9、10、35，这块加在这块加这块，我觉得35目点的差不多。这块30目差不多，然后再加上面的25，全局黑棋55目左右。白棋这块这两块加一块15，然后就在这里一带，只要乘到35目棋的话，就应该说是白棋不错的一盘棋。如果把这个边上全围上的话，这棋白棋相对来说比较广一点，像这跳或这围都。但这是该黑棋下，所以综合来说还是一盘很有悬念的棋。这个局部黑棋便宜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确实把自己都下后了。关键是就白棋的问题呢出在哪呢？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从这里正过来的时候，可能先在这里先交换一下，比如说碰一下33之类的会好不少。另外这又跳的棋形或许是不是有问题，应该白棋先在这里追究一下黑棋的棋形。在这一单，因为白棋稍微缓了两招以后，被黑棋先动手，
在这里取得便宜。但唐中哲认为，他布局的时候应该说是白棋更为有趣一点，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喜欢下白棋嘛，都觉得猜到黑棋先输半盘，这样的话一种观念都认为白棋好下，所以下到目前为止综合下来，应该还说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随后两手棋，就黑棋是走了这个夹，白棋走这个，黑棋搬，白棋闯。因为这盘棋，我是先询问了唐中哲，因为毕竟是唐中哲挑选这盘棋，认为这盘棋可以他下的比较好，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我先问唐中哲对这盘棋黑棋输在哪，他对这两手棋提出了比较大的一个质疑吧，因为这两手棋明显吃亏了。他的一个对主要是对局面的一个理解，他认为这盘棋的决胜的地方是在左上。中央和左上这一带，而这两手棋的交换帮白棋下后了，这里下边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大的地方。比如说黑棋如果继续要跟着下，白就简单弃了。比如说这是最最简单的，可能是也不用动脑筋的，白棋再把这个一飞，他说这棋黑棋是断然不能接受，因为这里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下边的价值。所以白宝祥实际上走了两手以后不得不走，只能脱先再把这个跑出来。那他认为那这两手棋白棋把自己下后对这里的战斗肯定是有利的，所以这两手棋堪称败招之类的。但我问了白宝祥，白宝祥同意他的观点，在这方面同意他的观点，然后就觉得这棋黑棋肯定还是要长出一决胜负，这棋胜负的焦点肯定还在左上，这里不得要领，这里交换两下确实未见便宜。但如果谈论说这是败招，那肯定有些言过其实。我比较同意白宝的一个观点，这两下我同意肯定是亏了，但你说这个直接决定胜负，直接就是败招了，我觉得还是有些夸大了。但这亏肯定是明显的，这里胜负确实这个焦点还在这里，所以给棋友也是一个启示。我们在下棋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是把时间要用在计算上，而有的时间就是要对局面的一种解读，哪里是全局最大的地方，哪里是全局焦点，其实下棋的时候经常花这个时间在这一方面想一想，肯定对大家棋力的增长有所好处。就有意识问一下自己，这盘棋的胜负的焦点现在焦点在哪里，是左上呢还是下边，要判断一下，判断完了找准了方向再出手，那这个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走，再搬，白棋靠，黑棋搬，白棋断，那黑棋飞。然后其实我和白宝在摆这盘棋的时候，白宝认为这步棋才是真正的败招，他说这步棋到底是什么，他都没看明白这步棋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他在一再强调这盘棋就下往棋牌的时候，他就竞技状态确实是非常差的一个状态。他说我其实要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棋这么下的，白棋一立，黑棋搬，白棋走，黑棋虎，是这么下的。那他说我这棋要走，为什么我不单搬了虎呢？我这手棋完全是可以省略，他不可能断，他断我打吃走，这个他根本白棋就不行，这一打吃白棋形状基本上崩了，况且黑棋还可以顺势冲出，再一吃这个，这白棋就不可收拾。所以他说我当然应该是直接搬了虎，我去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肯定是不是大还手，况且他觉得这棋其实能蹭的话，黑棋就比如说先把木数蹭住，这才是一个争胜之道。实际上这两手棋下的不知所云，被白棋一断，黑棋一飞，白棋一立，白棋这上边收入收获非常大，而黑棋在这里破的实地还不如弥补这里的损失。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局面拉开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黑棋搬，这不得不搬，不搬的话没有形状，将来被白棋一搬的话，黑棋眼形都没有，只能先把自己做活慢慢下。但这确实明显是慢了一步，而且实地上有所损失。然后白棋再回过头把这个跳步，确实这几下交换是明显的亏了，黑棋搬，只能先度过，白棋管，
江南白芷还留有铺的一个后式收官方法，黑芷其实破了白芷没几目棋，而白芷中央的一个增长的后卫和增长对全局的一个辐射来说，这一代交换确实是黑芷亏了。黑芷搬，但如果当时刚才黑芷裸虎，白芷依然是立这个的话，轮到黑芷先动手的话，那结局就有可能我是完全不一样。这是黑芷的权利，这基本上大家就相安无事的开始收官了。所以对于这种功利型棋手来说，我觉得其实讲他们棋也好，或者和他们对局也好，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前期的棋就下的都是特别内功，要把他们的一个思路解读出来。所以我这次采取的就是问他们当时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另外的一个就是他们跟他们下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发力的一个时机。像白宝这样棋手，他其实计算非常的强，但他不轻易发力。而唐崇哲也是，唐崇哲以前的一个棋风是只要抓到机会就发力，而且特别特别猛。就是我们都说他身体特别好，这个棋的计算怎么样，身体特别好。但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他的棋有的时候会下得非常厚重，然后再发力。搬张黑棋压，我们可以稍微再定下形，再来判断一下形势。这都黑棋，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简单定一下形，粘住必要。如果往这跳的话，白棋一扑，这棋后的这是没有办法再动了。这看白棋走哪，先自补一个。这时候是大致如此的定型。可以去搬一下，也很细腻啊。这关子肯定是好的，本来白是收官是收这个，黑棋搬一下总是不亏的。下到这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再次点一下目，判断一下这棋谁好谁坏。这可能，所以下棋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定要经常的判断形势，判断完形势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就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形势好的时候怎么下，形势差的时候我怎么下。我们可以先点一下黑棋的地，黑棋地相对来说比较好点一点，这双方最小十一目，然后这顶掉是白棋的权利，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三四二七二八二九三十，这跳是白棋的权利，搬掉三五三七三八九四一三四四七四八，这次黑棋肯定是五十目要明显弱一点。白棋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三四十五十六，二十二一二七二八九三三十二，这搬算三三五三六，白棋现在确定的目数是三十六，然后再加上这一代的潜力，这一代潜力的话，我觉得至少你点个十目棋肯定没有，三这两目是铁的，再点个八目肯定没有问题，所以这棋应该说是白棋明显要稍好一点，黑棋有五十目弱，而白棋肯定要四十五目强，明显要强。而且这棋该白棋下，黑棋贴目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但当时唐崇哲的棋还非常紧，他觉得这棋还是非常微细。一飞，这是一个陷阱。白棋走这个的话，就会形成全局的一盘大战。这个对于白棋来说没有把握，也没有必要。白棋先手尖一下，先没有尖。先把这个粘上，先把自己下后，也破了黑棋的一些潜力。所以黑棋来说，黑棋先把这定型，也要补断。像这种这盘棋的官子，应该说是比较难收的。全盘，尤其中央的官子，永远比边边角角难收。边角的话，大家只要数着目下就可以，这个多少目，那个多少目，很好收。像这种关子就比较简单，黑棋大致要硬，肥被爬一个全没目了。把这长，这长也非常大，
接下来再跑这个的目数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将近八目棋左右。而这个如果被打住的话，所以这手官子也在十目棋左右。后手的话十目，先手的话有将近三四目的样子。一直冲，实际上唐中哲提出这里黑棋可能有些亏，因为本身黑棋存在了点了加的手段，点了加进去的手段。实际上他认为黑棋走这个的话，实际上这是应该说黑棋最后的败招。如果点的话，还是白棋稍好的一个细棋局面，还是非常的细。实际上走这个黑棋打吃，又被白棋挡回，他认为这几下交换白棋明显亏了。这个时候下到这个时候，他觉得或许这棋白棋要开始渐渐有要赢一点的样子，就先挡一下。挡的话白棋搬也是要紧的，如果收这个的话被黑棋先手搬，这是一个双先的官子，但白棋搬的话黑棋也不能硬了，黑棋如果跟着硬的话，这个被真的也被收了一个双先官子，所以黑棋也把这个脱先，白棋再搬，双方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妥协，两个人的官子还是都是非常的强。这个应该是全盘最大了。这个白棋涨了三目棋，黑棋四五六七，这有后手八目左右的一个价值。关键白棋也渐渐把自己下后，一直在帮黑棋打吃这个，所以被白棋扳一下也很痛苦。扳一下再吃回去的话，也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目强一点。来，再一次。一战，所以白棋这个开劫，这应该说是制胜的一个下法，利用劫材的优势把白棋打回去，把黑棋想办法打回去。由于这个劫黑棋太重，这明显又被白棋便宜了一下，这打到一下肯定是又是便宜。这确实，这盘棋唐崇哲的后半盘，他选择这盘棋还是有他的道理。他这盘棋的后半盘却下得非常出色。后半盘利用后卫的一个收速，可能现在是他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非常强项吧。下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是白棋小胜已经不可动摇了。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中间是白棋收出一二三四五十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三四二五六七二十八二九三一三三十五三六三七三八九四一四二三四五四六七，白棋大概有四十七目，黑是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八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四二五六七八九三三一三三三，这里应该三十四三三七三八九四一四三五十五一五二，应该说是白棋小胜一点，大概盘面四五目的样子，因为白棋中间还有点目数，盘面四目五目的一盘细棋。但对于现在这样的官子，由于对于这两名棋手来说，这其实对胜负应该是已经心知肚明了，所以白宝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一个拼搏，希望把白棋下薄。其实这一他不肯断，这一断就已经亏目了。想把白棋的这个潜力就通过这个战斗来消除，但实际上唐崇哲看到这种，唐崇哲我们刚才也介绍他的一个后半盘的一个官子啊，包括一个计算都是非常精准的。一走，这时已经是黑棋应该是已经欲睡之局，白棋一断。黑棋断，白棋一粘，黑棋一顶，白棋团住。在这个时候，这个打白棋能跑，这样下到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棋局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有拼搏的必要了。应该说，纵观整盘棋吧，我觉得白宝翔确实如他所说，整盘棋的状态并没有在一个最好的状态，没有发挥出他前半盘稳健、后半盘强大的一个特点。
而唐崇哲选择这盘棋确实有他的一个道理。这盘棋作为白棋来讲，发挥的应该说是非常出色，将自己的一个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这盘棋其实对唐崇哲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唐崇哲之前曾经也获得商业杯的冠军，因此升了业余七段，但在其他的比赛的成绩上还是稍显一般。但在这一盘棋的获胜以后，他在这个比赛后面的过程中再接再厉，最后以11胜2负的成绩获得了网七百网络网报杯的冠军。这个冠军最后获得了冠军奖金是70万，随后我们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70万先生。他获得了中国围棋比赛史上最高的国内比赛奖金，所以唐崇哲应该也是，这也是对他多年努力的一种回报吧。刚开始其实唐崇哲的性格一直是大大咧咧的，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经常会粗心大意啊，闹些从生活中的小笑话。但这两年他自己对围棋方面的一个认真投入程度非常增加了很多。他和王琛被认为是最最用功的两名业余棋手，当然除了马天放之外，马天放用功程度是最最厉害的。王琛和唐崇哲这两年都非常用功，他们看的棋谱的数量都是可以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几乎所有的棋谱都能看都能背。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也是多年努力的一个最好的肯定吧。这个冠军对唐崇哲来说也是意义非凡。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